大家好，欢迎回到中国街景频道。我们今天要拍摄的街景是佛山市，现在时间是上午8:58。佛山，简称禅，广东省辖地级市，特大城市。佛山地处广东省中部，珠三角腹地，毗邻港澳，东接广州，南临中山，与广州共同构成广佛都市圈，大力推进广佛同城化合作，打造国际大都市区，是珠江三角洲城市之一，粤港澳大湾区重要节点城市，广佛肇经济圈，珠江西江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行政区划面积3797.72平方公里，截至2018年，全市下辖5个区。根据第7次人口普查数据，截至2020年11月1日零时，佛山市常住人口为949万人。2020年，佛山市实现生产总值10816.47亿元。佛山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，历史上是中国天下四大名镇之一，有陶艺之乡、武术之乡、粤剧之乡之称，是中国龙州龙氏文化名城、粤剧发源地、广府文化发源地、兴盛地、传承地。佛山是全国民营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，在广东省经济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，是国务院确定的中国重要的制造业基地，珠三角地区西域经贸中心和综合交通枢纽，